嗨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我们在北海道的第四天，那今天是我们的滑雪日。看一下我跟伊森的 outfit，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毛帽，然后一件The North Face 的大雪 T， 跟一件这是宽裤了，然后宽裤里面穿了一个发热裤，还有一双袜子。那这个长袜呢，是等一下滑雪的时候会用的雪靴。那我们来看看伊森今天穿什么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去滑雪，所以两个人都穿的比较随便。你的毛帽、发热衣跟一件防风外套，还有里面全部都是黑的，会拍起来不是很清楚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围脖，晚点见。嗨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滑雪场，这是一个最初阶的手道滑雪场。拜拜。嗨大家，今天都没有什么录 vlog， 因为我们今天去滑雪。现在跳出来滑过来的。前面有很多行程，我们都很认真的在学习怎么滑雪，都一直没有录 vlog， 而且我们刚回来也有点累，所以就先在饭店先稍微休息一下下，然后又马上出来想说吃个晚餐。我来的这一间晚餐是之前我们在东京有吃过的，叫做汤咖喱 Samurai。Samurai 对，汤咖喱是武士的，希望是一样好吃，然后也希望服务态度一样好。对，因为昨天那间汤咖喱，真的太观光客了，不行。而且我觉得真的很雷耶，我觉得不行，真的是有点雷，不行。我再跟你们说是哪一间，反正 vlog 里面会讲。咖喱进来的这一间，无论是服务态度、菜跟饭，还有炸鸡的那些店啊，还有品质，我都觉得很好。目前还没有吃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跟东京那神乐版的那间一模一样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，然后我的炸鸡，还有伊森的。伊森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这间毛毛就稍微贵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哎。比昨天。对啊，比昨天那间好很多。对，生气哦，惹火伊森的汤咖喱。大家早安，我们刚随便找了一间，刚不是找得很认真，是谁刚说的？我们原本很认真的找了一间早餐店要去吃，后来发现真的太远了，我们要走20分钟时间。然后我们在地下道走，所以已经热到不行了，所以在地下道这边随便找了一间叫做伊西亚，是吗？对，叫做伊西亚咖啡。然后它是就是跟日本的白色恋人有配合的，所以有它的冰，还有它的饼干，解决我们的早餐就好了。这是我们的冰淇淋，刚刚已经被我们挖一孔，因为真的太饿了。它这个冰淇淋呢是要加 espresso， 他们的 espresso， 然后这是黑咖啡跟一个面包类的东西。然后咖啡有送，对，咖啡有送一个白色恋人的饼干，对。Okay. 这一条就是北海道大学的椰林大道，没错，它。两排都种满了树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树，应该是樱花树啊。我在想，就请有认识这两旁的树的朋友们，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树。应该是银杏之类的吧？嗯，好像是银杏，对，因为我上次看到照片好像是银杏哎、欸，是有点黄色的叶子。好，今天教大家在雪地里面要怎么样防止跌倒。好，你如果像啊，好，来的功能，示范给大家看。他也想要录 vlog 是不是，乌鸦先生？那我们现在是准备带大家去喝咖啡。一镜到底，我们先把四张雪拍一下。对对对，先把四张雪拍一下。我先帮你把这里拍，这里全都湿了。你帽子可能等一下还。对，也是。看来还是需要带雨伞。对啊。你帽子也是。嗨大家，这间店真的很安静，所以我们也要小小声的拍 vlog。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喝到比较浅焙一点点的咖啡了。然后现在咖啡来了。巴西，超级可爱的布丁，超级温馨的一间店。等一
也觉得蛮生培的，可是它冲起来算好喝的，好喝的中培。嗯，好可爱，那个茶壶在这边煮水。好，一条来自于小尊的双层起司蛋糕店，对对对，今天店的本店是在这里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的，这是 double cheesecake， 然后这个是 double chocolate cake， 不要乱讲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点的茶，就是有点像是英式红茶这样子。虽然这间店台湾也有，可是台湾只剩下一间店而已。这间店呢，在松烟有一间，那中山店已经倒了，所以目前全台湾只剩下一间店在台北。大家如果要去吃的话，可以去。因为这本店啊，其他店都是冷藏、冷冻送过去的。这是它招牌双层起司，它最上面是一层就是 cream 鲜奶油，中间那一层有点像是那个卡士达酱，最下面那层才是超级扎实的 cheesecake。所以我觉得三个组合啊，融合在嘴巴里面吃起来非常有层次感，我觉得很 OK。你怎么那么会讲啊？有吗？有啊，喝点喝点水，然后换吃这个巧克力。它最上面的那一层是巧克力的鲜奶油，中间那一层是 the cheese 的卡士达酱，最下面那一层我在猜应该是生巧克力的 cheesecake， 所以三层吃下去真的是完美，这是完全赢过的基本款。真假的？真的超好吃，你可以先吃基本款，然后再吃。How do you feel?今天的甜点我觉得还不错，没有，我喜欢吃那种太甜的甜点，因为那是刚刚甜，有点甜又不会太腻的味道，嗯，而且又香，嗯，是不是在台湾没有吃过的味道？就不会太甜的生巧克力，很好吃，因为像，很多生巧克力吃多了就会觉得很腻，哦，这间不错，有来这边可以吃一下。嗨，大家好。嗨，到目的地啦。对，现在雪有点夸张。现在来到雪很大的小樽运河。对对。对，如果以后看到雪很大，就不用来这个地方，因为其实很雾哎，看不太清楚。看不到啊，你看前面那边。啊，对对。就是看梦幻的小樽运河的雪景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雾雾的一片啊。我们在小樽运河这边跟他讲一下我们今天的 outfit 好了。今天是戴一个 Roxy 的毛帽，然后再配上一件 Laurie Strong 的毛衣，还有他的裙子，然后里面是一个 Uniqlo 的发热衣跟 Uniqlo 的发热裤，然后再配上一双的 North Face 的靴子，是日本买的猎人帽。猎人帽为什么呢？因为戴毛帽耳朵超冷，这对盖耳朵。没错，送好，然后那我觉得这个帽子有一个缺点，雪大的时候是会卡雪，然后进到室内的时候会变湿湿。我觉得这件外套 ，Quicksilver 的大衣外套，它是算防泼水，这样对，拍雪就掉了。对啊，里面就是买，其实都是五折买的 Quicksilver 毛衣。这件毛衣我觉得超好看。Uniqlo 的发热衣，哇，你的发热衣吗？对啊，你这不想打开一下吗？然后一样的，随便一件棉裤。里面是发热裤，对对，然后在万年的只有一双的雪靴，对 ，OK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好冷，这样套起来就不会冷。在下雨天，就算是一堆雪上来湿掉也没关系，我就干掉了。重点是要防水啊，靴子最重要的是防水。没错，你看我们踩一堆雪，你看啊，不太会湿。对，贩卖机，感觉。这个是我们的很受欢迎的，希望好吃。人気のリルミソラーメンです。我们点了他们排名前两名的拉面，这是第一名的味噌拉面，是第二名的熟成味噌拉面。他说都是用北海道当地的食材做的。他们的水饺好吃一点。真的，在日本那边不能点煎饺，对。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钱。好多天没喝到浅焙